大家好，我是玛丽，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由玛丽制作的荣誉勋章联合袭击的资料片突出重围的第三个军事行动山地作战的第二关卡西诺山之战的第二部啊下部。那么你将继续来扮演这个 John Baker 中士，隶属于北军的第34步兵师，在1944年的1月12日期间啊，在这个意大利卡西诺山附近的一个小镇当中去拯救被德军啊这个打散的这个盟军人员。那么你在找到了这些盟军人员之后呢，你必须将他们撤回到这个盟军防线之内，应该来说是一个捡垃圾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呢，这个小镇的内部还是有大量的这个德军的驻军存在，所以说你还是得小心行事。好，我们现在来马上体验一下游戏的内容。There are reports of Allied force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city. We need to comb the area and make sure we don't leave anyone behind. Let's move. 好，你的主要任务很明确了啊，在这个地区报告有大量的这个被打散的这个盟军的小队，你必须找到他们，并且将他们护送回这个盟军的前线之内。和之前一样，子弹是出奇的少。和之前一样，如果不到紧要关头的话，我是还仍然是我会按照一个正常的游戏流程来走。实在是过不去的时候，可能会加一点子弹。天气非常恶劣，下着大雨。小镇当中也是迷雾散布在周围。总之，这个迷雾应该来说是很好的解决了渲染距离过大的一个问题。哎，道路被封锁了。点头。哎，好，这边我们看到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然后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地方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拿点弹药或者什么的，有吗？No。Hold it! Come down slowly. What a relief to see you, gents. We've got a man. 我看到一个游骑兵，应该是还是美国陆军的一个士兵受伤了。义务兵就这样去医治他。什么？你就这样抛下我不走了？抛下我就留在这儿了？好吧。德军坦克四号，我们的义务兵就这样抛下我不走了，那我又必须得这个奋力前行。好的，摧毁一辆四号。啊，不过幸好有这咱们的英军的突击队帮我。
但是咱们没有了这个医疗支援，咱们得小心一点。哎，好，我尽量节省一点子弹。目标击毙，咱们看一下有没有子弹可以捡。只有血吗？没有任何的子弹。好，咱们继续来寻找城市内的残存的友军。这边下面应该可以走。有人，下面。好的，咱们继续来看一下这边的房屋内部的敌人。尸体里面都不能够捡子弹。哎，好，这是一个德国的军官室，拿上钥匙，应该是开咱们那个铁门，应该是。好，这边有盟军。是的，我知道了，我会帮助他们的。不要着急，德军反扑，麻烦。我的手枪只有5发子弹了。没弹药了。狙击枪还有19发，四灯的话还有2个备用弹夹。上面有手雷啊。好，击毙，马上拿个弹药，24发手枪弹药补上。然后这边下面有什么能补的吗？都不能补。哎呦，都不能补，也没有。好，这边的门开了，咱们继续往前走。前方感觉有 MG42 的机枪点啊，要小心。好，击毙。
哎呦！我看到他掉了一把枪，应该是我可以去捡。那个人在后面。好的，去捡吧，应该有。OK， 64发手那个冲锋枪弹药。哎呀，我的备用弹夹有这个3个弹夹了，太棒了。好，这边没有办法这个捡，然后咱们继续前进啊。前方卡车有油料。哦，有一门炮，前方有一门炮。我得离开这个地方，或者等待他把卡车打爆。不打爆的话，确实有风险啊。好，不打了。他转向了。好，击毙。旁边有一辆四号吗？有一辆四号。我们的 Piat 不多了，还有一发入魂。好，摧毁这辆四号之后，咱们要摧毁这个炮。哎呀，好，击毙。没有子弹可以拿。这个炮是可以用的啊，明白了。刚才我完全可以用这个炮来对付这个战车，也能够把它轰塌。明白了。行，装上吧。果然是这个门。哎呦，有子弹可以拿吗？没有子弹可以拿。现在我只剩一个冲锋枪弹夹了，手枪还有18发。这儿只有一个血包，有点困难啊。
条件有点艰苦。这边能拿什么东西吗？我的四灯不足一个弹夹。前方应该是一个 MG42 的机枪点，看一下，看不见。哎呀，总共的子弹数量不足60发。哎，人太多了，没弹了，手枪。Thanks. That was close. There's a German camp about half a mile from here. Some of my boys are still being held prisoner there. I'm going to round up a way to get us out of this godforsaken hellhole. Keep an eye out for me. All right.他告诉我，在这个城镇的这个其他地方有一个 German prison camp， 这个德国的俘虏营啊，那边有一些这个盟军仍然是被囚禁在当中。但我现在任务还有很多，要摧毁两门火炮，然后再要解救俘虏。但是我现在子弹数量非常的稀少，我继续再撑一会儿吧，尽力的不用这个加子弹的这个。那个马，一辆四号到我跟前了，使用火炮摧毁，来，好，一炮摧毁了啊。也不能够捡，走吧。有手雷，好，我看到有一把这个 MP40 落在地上了，我可以去捡64发弹药。手雷不断吗？哎呀，好，击毙。刚才那把掉落的 MP40 估计是掉到里面这个材质的那个废墟的材质里面去了，这个地面的这个碎石的这个材质里面去就捡不了了。狙击枪还剩4发，仍然要往前走，还有一门火炮，然后哎呦天哪，有点困难哈，我先储存一下啊。
我感觉再往前推进很可能会功亏一篑了啊！12发的冲锋枪弹药，4发的狙击枪弹药，没有手枪子弹，一共16发弹药。16发弹药，那只能够靠枪托来打了吗？我先试试看，咱们能不能够往前走？这地方人不少啊，能走吗？好。没有弹药可以拿，也没有弹药可以拿，还有4发的狙击步枪子弹。我求你掉一把 MP40 吧。来，有没有子弹？没有子弹。我还有1发的狙击步枪子弹。我的天哪！火箭筒也没弹了，现在只有手雷。可以靠枪托来打。这样吧，我重新读取一下，我实在不行了，得开一下这个马，加一点子弹，加一点子弹吧。哎呀，没办法了，换弹，重新开始。好，咱们应该清空了这个建筑的外围，然后我们马上去拯救咱们的友军。然后这里面有一门炮，咱们得摧毁它啊。这边只有血包，哪儿啊？这边有一点子弹，哦，牢房在那个上面。来，咱们准备，哎，锁着门，锁着门进不了，是要用这个炮来摧毁吗？呵，还真是这样。然后你再可以炸 ，OK， 明白了。24发步枪弹药，哦，刚才其实还是可以突过来的，只要找到这边的弹药之后就可以，应该拿到能拿到88发弹药。88发弹药解决4个德军是绰绰有余了啊、嗯！
刚才其实还是可以正常的流程就可以走完的。哎呦，还有德军啊。哦，这有点悬。赶紧上来走吧。好的，成功抵御德军的反击，然后咱们上车离开这儿。Good job, Sergeant. 前方有一辆四号，这怎么办？好，咱们成功的完成了这一关啊。好的，咱们明天来为各位呈现后续的内容，拜拜。